大牌的 VCA 啊，还有就是 Mercica 呀，就放在一起，你会发现这个项链的品质真的没有什么区别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们是大牌，我们是小众品牌而已。那我想做的呢，就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经常买、经常换的一个价位。品质又是一线大牌的品质，项链呢它不是蝴蝶，很多人都说是蝴蝶项链，你们觉得它像四片叶子吗？所以它叫上官叶蝶。 这是我给它取的名字。传统的那种蝴蝶就会做的很肥肥胖胖的，就是有点看腻了的感觉。但是我们这条蝴蝶呢，身材还是挺苗条的，然后就像四片叶子一样，链子上的四颗钻比 Mercica 这个钻就要大很多。LV 的这个 logo 呢是一个小方砖，上面有一颗小钻，它有三种戴法，戴这样子第一种戴法，另外没有钻的一面是第二种戴法。跟老板在谈事情的时候，不要戴什么钻石项链，然后你就可以反过来把扣子 logo 的这面往前面戴，就是一条很素的金项链，衣服是 V 领的，你就可以把它翻过来这样戴。LV 的这条四叶草戴的有点腻歪，拿出来可以做一个叠戴，就很有新意。LV 的这个 logo 呢是一个小金砖，而且上面呢有一颗小钻石，看上去非常的有质感，衬得住这个大牌。一会有人来问你，你的 V C 搭配的这条链子在哪买的呀？你要告诉他是 LV 哦。现在定价值是4686，基本上没有加什么利润在里面，因为设计师是我。 营销是我，店员是我，销售是我，所以并没有其他的溢价。好多衣服都是一两千一件，4000多也就买两件衣服。那天去崇百商场逛街，说深圳的一个品牌，一条项链才2300的重量，才7分的钻，标价是5600多。我们的这个项链呢，重量是4点几克，一共有40分的钻，但是我 再给大家标4686，我是不是太不了解市场价格了？就随便标这么低的一个价格，难怪我珠宝商的朋友说我这条项链如果挂在专柜里面卖，至少要标8000-9000才能够赚到钱。我朋友他们的工厂都是给大品牌做的，他们不会接这种零散的单，就是帮倒出一个忙，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会愿意喜欢这样的项链，然后不能老让人家帮忙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订单多一点，对于他们有利润来说，他们也更愿意做这件事情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可以在淘宝搜 店铺的名字黄岛组的小岛就可以购买这条项链了。LV这条项链呢也是跟 VCA 的这款一样的，是黄金色的 18K 金，可以做成白金，也可以做成玫瑰金，价格是一样的。除了品牌来说它是小众品牌以外，就从品质上来说的话， 真的完全不输大牌。好，接下来讲一下我其他的饰品吧。这条 VCA 很经典，因为它太经典了，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满大街
街都在戴 8K 金配白贝母的，然后它的这个金呢也是选用金色的，是2014年还是2015年的时候买的，前几年都是我老戴了戴，后来戴的人特别特别多了以后呢，就反倒没有想法去戴它了，老老少少街头巷尾都在戴这个项链，总觉得戴出去，哎呀，你也戴着这个，你也戴着这个，就觉得有点搞笑嘛。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设计一些小众款的项链出来？下一条项链呢，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Mercika 的这条项链。LaVie的项链出来之前的最喜欢的一款项链呢，就比它更加喜欢，戴特别特别的多，是满钻的一条钻石项链，它的链条上面也有4颗钻。然后 Mercika 呢，它是一个英国钻石商的女儿的名字，自己做了一个品牌以后就用她的名字命名嘛。这3个钻是可以动来动去的，代表了昨天、今天。天和明天有这样一个寓意在里面，做工啊、品质啊都不用说，它的用金量也挺足的。这条链子大概是5.几克，这个钻石项链它不会说特别的珠光宝气，很有距离，小小的很闪。就平时我穿休闲装穿的比较多，我觉得戴它都很合适，哪怕穿这样一个小礼服，戴它也很合适的。等几十块钱的 T 恤戴上它以后，然后拿上你的包，其实别人并不觉得你的衣服特别的气质，这就是钻石项链的一个点睛之处的好处。任何一款衣服都合适，小巧精致的满钻和各种类型的衣服。像有些项链可能就是很选衣服，但这样一条钻石项链它是不选衣服的。然后这条链子我是让朋友在英国帮我戴的，好像是3100美金左右吧。VC 的这一条呢，是2000多美金，反正就算下来就是1万多啊2万多啊。我觉得我们老贝的这个价格，同样的品质，但是出来的价格还不到5000块钱。还带了一款项链回来，有一天我逛街的时候我说，哎，怎么 Vices 居然会有金香玉，因为美国人一般不太喜欢玉嘛，更别说什么金香玉。我喜欢把它用在毛衣上面，虽然说金香玉很多人就觉得好像是显得比较老气款的，因为它上面是一个大象嘛，冲掉那种老气感，它就不会显得那么老气，反倒呢就变得很时尚一点。虽然是夏天，可是我是去年秋天的时候就回国了，就一直没有回得去了，随便配了一条金项链。你看这个链子就特别特别的细，你看这大牌的链子一般都会做得特别的粗，为什么在市面上，哎，它也是钻石项链啊，它也是钻石项链，为什么这差别那么大呢？你去称一下金的重量，你去看它的链子，特别是那些周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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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品牌，我去看过以后，他们的那链子都特别特别的薄，像这大牌的链子都会比较厚。LaVie的这款叶蝶的项链跟大牌品质一样的，很粗的，戴上有显老气吗？我觉得也不显老气啊。就是它是大象的图案嘛，看起来有一种卡通元素在里面，所以就不会显得那么的老气了。好，下面这里还有一些戒指，是去年的生日礼物 Tiffany 的一个钻石戒指，但钻不是很大，它是中间有个主钻，然后周围有2圈小碎钻。在做家务的，特别是炒菜啊，因为钻石是很吸油的，油脂在上面就看起来就没那么闪了。如果你拿到珠宝店去洗一下的话，你会觉得好闪好闪。上次我去我朋友的珠宝店洗了一下，我说哇，从来没看到过这么闪过，好像买的时候都还没有这么闪。这款要几千美金，哎，就还蛮贵的。这款戒指换现在是我的话，我就不会去买 Tiffany 这款戒指，我会把10万块钱拿来在珠宝的材料市场里面去买一颗2-3克拉的那种大的彩钻来做了，我就不会去买就像 Tiffany 的这款小碎钻的钻戒了。买它的想法就是说，虽然中间主钻不大，但周围有2圈碎钻嘛，就显得还蛮大气的一个戒指吧。其实它洗出来了还真的还蛮闪，大牌它的钻的话确实也还有区别。手表是卡地亚的这个 Tank 系列的这个手表， MBA 毕业的时候2012年的时候买的。 MBA 毕业以后就想创业，做好一些装备，说哦谈生意啊干嘛的时候，哎呀要戴表啊什么样的，然后就买了。但是现在戴手表的机会真的很少，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做妈妈了嘛，真的很少戴手表。戴回来呢只是想万一有一些场合什么样的有需求，就我发现啊正好又碰到疫情了，有什么需求啊哪里又去不了。看手表确实是很好看的，就我当时买的话就是5000多美金吧，现在已经停了，里面没有电了，好久没有管这款手表了。适合很多衣服，因为它是皮表带的嘛，除了一些商务谈判也好，就上班什么时候戴也好，平时戴也是可以的。如果说你是一个职场的人在上班什么的，还真的有必要买这样一款手表。我觉得推荐这款真的很经典，虽然我没怎么戴它，但是我觉得需要场合的时候我还是会把它拿出来戴，看不腻。还是觉得很好看，很好看的一款手表，就很时尚，很有气质，也要很有气场的一款手表。但我不太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皮表带容易脏，就是有点脏了的。你可以换的这个表带，换其他颜色也好，但是我觉得黑色配金色最百搭最经典。
某宝上面真的是太万能了，各种各样漂亮的耳夹太多了，就我买的这些耳夹都不贵，都才几十块钱。这是我最近喜欢的一块耳夹，我觉得很个性，很有设计感，它是有点像一个鱼骨头，刚刚适合我的脸型，不是太长也不是特别短的那种。然后我就觉得最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耳夹，前面有视频里面给大家戴过，那就比较挑衣服一点了，搭配我今天的裙子就很合适。然后像它这样的很有长度又很 bling bling 的话，就特别适合搭配这种露肩的衣服啊、裙子啊，你就可以去参加一些什么生日 party 啊、什么年会聚会啊，就出席一些活动啊什么的，就很适合。可能你带它上班的话不是太适合。它上面是有那个小皇冠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你觉得喜欢吗？是每个人适合的颜色是有区别的，你可以去测一下你适合软色系还是冷色系。如果软色系的话，你就适合于金色的首饰；如果冷色系的话，你就适合于白金色啊，或者像刚才这样子的钻啊这些颜色。这个耳夹很轻，一点不重。就我以前在美国买的有些耳夹，就是虽然说是品牌的，但是真的好重哦。淘宝上面买的这些耳夹，看上去又挺漂亮的，然后又不重，我觉得真的很好，这很得我的心。头发扎起来更看得出来一些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耳夹呢，就是又很轻，然后又是那种夸张时尚的，配这样的露肩的裙子衣服很合适。比较个性的，你就配一些比较有个性的衬衣什么的，穿这个耳夹的话会比较漂亮好看。它是复古风格的那种耳夹，这种耳夹的话也挑脸型嘛。就如果你的脸是属于稍微长条一点点圆形的大的耳夹在旁边的话，做一个配饰还是很不错的。我觉得耳饰还蛮重要的，对于一个人的妆容形象来说的话，可是我真的下不了决心去打那个耳洞，所以我只能戴耳夹了，就一直戴下去吧。这个耳夹你真的不挑，就配休闲的衣服啊、上班的衬衣啊、配一个小礼服啊，它都可以出彩的，而且加起来也不痛，也蛮轻的。那这个耳夹就有点太重了，我戴不了多久，我就想把它拔下来。好看吗？还挺好看。如果日常戴的话，这个还蛮重的，是太持久戴的。拍拍照、拍拍视频什么的还可以，看起来还蛮好看，复古风的那种硬币。这个耳夹呢，它蛮适合于裙子呀。想象一下，就戴这个耳夹呀，在罗马广场点一杯咖啡，戴着墨镜在那里悠闲的喝一杯咖啡，有点度假风又很有时尚气息的一对耳夹。就是有一种历史文化气息的时尚气息的那种感觉，也很好搭配衣服。这个也是适合于各种各样的衣服，不要穿旗袍戴它就好了。虽然说是复古风，但是复的不是中国的古风，它有点罗马复古风的那种感觉。这条项链呢，在我前面的视频有戴过，有小伙伴问，就是装饰性的，很有设计感，有一个别针在上面。它掉了这个小牌，跟我们第三种戴法把 logo 露出来那款，哎，挺像的哈。因为我们这个跟其他设计师还是不谋而合，小衬衣啊什么的都很合适，上班族戴也很合适。这款项链还蛮推荐给大家，爱玩的。它是那种 bling bling 星星图案的，星星图案本来就很时尚嘛，然后又 bling bling， 然后两个星星在上面，就增加了它的闪度。我觉得这个用来拍照真的是很棒的，只要有灯光的情况很漂亮的，很闪的，特别特别轻，比刚才的耳夹还要轻，这对耳夹真的不错。然后这种银色的，我比较适合戴金色的首饰，然后银色的，这个也还可以 ，bling bling 的，它也是旁边有一圈可以转的那种，掉的比较长嘛，脖子部位比较有衣领的那种衣服可能就不太合适了，最好要露一点。脖子露出来，加这样一个耳夹就很漂亮。这还有一条手链 ，Red Line 他们家的红绳手链。本命年的时候呢，想戴一个就是红绳子。虽然说是英国的品牌，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华裔啊、要不是创始人，要不是什么设计师之类的，要不然这么了解我们中国的习性呢，对不对？看到是蛮好看的，但是真的很容易断掉，我已经断掉过好多次了。一半是红绳，一半呢就是一条链子，上面就只有一个钻而已。这样一个小手链卖600多美金，我现在觉得哇，真的好贵啊！600多美金都可以买我们上官夜蝶的钻石项链了，好吗？说这个绳子是什么降落伞上面的绳子，所以特别结实。绳子是结实，它是不会断，但它旁边的金链子的地方会断呐、掉了好多次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
挺不值得的。如果大家觉得本命年的时候有需求带这种红绳的话，以后拉菲这样可以出一款，至少没有那么贵嘛。这里还有一个小配饰，这样扣过来的那种裙子，有些地方比较容易走光，然后它这样子就不会让衣服扯开走光嘛。然后这个我是这样用的，然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。小主最近喜欢的首饰就是这些，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，如果有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，然后问岛主要去购买，一定要记得给岛主一个大主的赞，赞多了以后呢才会有更多的看到岛主的视频。祝你们每天都笑口常开，要开心哦，拜拜。老魏的这款设计也很好看嘛，是不是？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老魏跟大牌放在一起，是不是感觉也不输大牌呀？只是我们的品牌没有大牌那么值钱，但是我们的做工啊、材质啊，跟大牌的品质是一样的。然后设计，我觉得，到时候这个设计也很好看啊，也蛮时尚的，对不对？看来，但是价格差七八倍，真的，性价比十足啊！